好，我是绿豆，我的家呢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不过门前这里还有一个小湖，看来我得把它修成一个方形的比较好，这样的话才比较规矩嘛，嘿嘿。我现在啊，要是想做金字塔的话，那是不是得用金子做呀？金字塔不用金子做，用啥做呀？爸爸要是用金子做金字塔，那到时候咱们都去一天抠下来几块，大家就指着反派发家致富了。啊，那还是算了吧，我有土砖吧，我需要不少土块啊，有没有人跟我交易一下子？我跟你交易，我家这有的是土块，你可能得自己挖一下了。呀，这是又一位老板需要打工仔了呀？那可不能拉下我呀，我只固定跟派派一个人，派派老实可靠，你们这些坏蛋离我再远点。于老板是不是也放个正义烟花了呀？于老板，我不需要，我能上夜班，我是劳模。哦，于老板有什么活你尽管吩咐呗。哎，反派，你是不是有点过于没有尊严了？我们今后再给别人打工，还怎么提要求了？既然大家尊称我一声于老板，那我就给大家放一个正义烟花助助兴好了。哎，于老板大气。哎，好了，派派，这次我家门口清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没干够啊，再有点，这点小活我都给你整明白了啊。你这真是让太感动了，你要多少土块我都给你，金子我也给你拿，石头给你拿，五个铁，给大家看看真正大家大户是什么样子的。对，那我们于老板那讲究人，不整那抠抠搜搜的事儿啊。哈哈，不用夸我，从今以后我这有什么好活我还找你啊。这样的话我的家就彻底弄好了，那边还能看到派派家。哎呀，还不错。好了，小可爱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绿豆姐姐的话记得点上关注哟，爱你么么啾。